隔壁人说你是有福气的人，你是有福气的人。Bye.
每个人都是特别的，神在我们身上都有特别的计划，特别的希望。将你的全人全心交给神，他必定要大大的使用你。他说，孩子，我在你身上我有特别的计划，我在你身上我有特别的希望。上帝何等看你是何等的宝贵，开口将你交给神，将你的全心全人交给神，说，主在这里，求你掌管我的一生，求你在我的身上，求你在我的人生掌权作王。
天早晨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与我们一起敬拜，一起同受那应得的荣耀。主啊，孩子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不配，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就到基隆来玩，然后住在我家。那我们想要献一首诗歌，我要向高山举目。虽然是从